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对象侦测的视频哦。是这样，这两天我一直在用各种游戏在做这个测试嘛。不过那些个测试啊，大部分都是 2D 的，对吧？然后今天呢，我选择一个 3D 的游戏，看看我这个检测模型怎么样。因为这个游戏内部啊，其实它是 3D 变换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人的角色也是呢，经常变换角度。咱们在这个前提下看一看这个对象侦测模型的怎么样。如果可行的话呢，我今后就准备用这个模型，准备参赛试一试啊。好，那咱们先少叙，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吧。好 ，Let's go 啊！